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静。那今天是在澎湖的第三天，主要也是往本岛走，先往南部跑，然后再跑到摩西分海的方向，也是走一些网美打卡景点。那我们就先来开箱住的民宿的海景双人房吧。开箱海景双人房。看过去就一大面窗了，这双人房的视野真是超好的，可以在旁走到早上就看这片海景。现在来到崩溃洞，现在来到崩溃洞。吹这边的石头会有一个声音，超美的，这整个很清澈，可以透到那个海底的感觉。这边的海真的超清澈，超级。然后如果海冲到这边就会有声音，整个。如果它是涨潮的话。这边沙滩人就比较少，是比较偏南方的方向。
来到摩西分海，然后这是涨潮的时候，等一下两点可能会退潮，就可以直接走过去了。欢迎介绍，就可以走到那座小岛。走到摩西分海对面的岛屿了，它的路一开始蛮好走，后面就石头很大，感觉都是玄武岩，都是黑色的石头。浮球秘境，走到底又走，走吧。造势不错哦，以前的建筑都是用珊瑚做的，整个就是可以通风抗冬天的巨峰。在这边悠闲的喝咖啡，我们会在这边待3个小时左右。那个背很像那个奇经的那个装置艺术，拍起来应该会很美。贝壳，哎，对啊，贝壳可以。这个白湾沙滩真的很好拍，然后餐点也不错，整个海滩可以去踏浪。虽然这次已经踏了很多浪，不过刚听到花火节好像要暂停吃饭，不知道暂停到什么时候。地方狗狗已出现。
是有点讽刺了，可是没有那么明显了，对不对？